大家好，大家好，而家系圣诞节快乐，2018年嘅12月25日，星期二嘅晚上7:10，好 OK 噶 ，OK， 食饭啦，食饭啦，哇，我今日咧拍咗几辑视频咧，都系以食为主吓，之后食鸡髀，而家食饭啦，食饭，你食咁鸡髀啊？哎呀，又雞皮啊！我今日自己寫兩雞，可能我今日咧就係飲水多，我飲咗好多水，所以飲水咧可能咧就容易肚餓啲，可能啩。佢就係蒸瘦肉，純蒸啊。哦，又食只雞髀添。咁你咧？你衰啦！好嗱，我又食雞髀。啊，今日我食咗，阿斌，我今日食咗，我食咗三隻雞髀，好似。但係繼續啲全部大種雞嘅雞髀嚟嘅，好似火雞啊！啲火雞嗰啲雞髀啊，仲大啊！唔夠曬，我真係。哎呀，等你寫一寫。啊，大陸時間，1:03。哇，而家大陸時間咧就係26日嘅早上11:00咯喎，都係未食得飯嘅11:00。加之前咧，要上班嘅人咧，又唔係星期六、星期日，即係大陸啊，咁肯定今日咧啲人咧都去上班嘅。唔同呢度嘅聖誕節啲人啊放長假啦，放長假即等於我哋中國嘅十一號嘅國慶節咁樣嘅，放7日假嘅，呢度放成10幾日假嘅，所以而家佢哋開始就沉浸喺嗰啲聖誕喜悦之中啦嚇。咁今日其實咧，今日係25號係聖誕嘅，打後都係聖誕嘅假期嚟嘅。我大陸嚟講咧，咁即係你對啲西方節日啊，肯定唔係自己嘅節日嘅。之後春節期間咧先係放長假。咁我諗下咧，春節期可能再過2個月就到我哋嘅春節嚇。但係咁樣喎，如果係我哋嘅節日春節嚟講咧，咁喺美國嚟講咧，就係我哋華人先係對呢個節日先係覺得熱鬧啫喎。如果鬼佬真係無動於衷嘅嘢，唔知道咩叫咩。最叻就係喺嗰個咩啊？嗰個紐約嗰邊咧，可能咧就啲總統就會祝賀下中國人嘅新年快樂喎嚇咁喎。但對於嗰啲服務行業嚟講咧，根本就冇乜假期嘅，所以你話好多我所認識嘅嚇，都係啲服務行業嘅人，所以乜嘢節日好，你冇假期放嘅嘢，等於係比較急。而且好多中國人咧嚟到洛杉磯嚟講，佢哋咧係都唔會話好中意放假嘅。呢個雞髀真係咁飽，好啦，飲啖茶水。
幾多鹹啊？得唔要唔要？夠。我整一煲熱啲粥。唔得啊！因為可能咧我有少食多餐啦，我今日都連續喺度食雞髀啊，食其他嘢，咁可能過咗十兩個鐘頭之後咧，可能我如果肚餓嘅話咧，我都會繼續去食嘅。嗯。細個時候你好中意食雞髀嘅，不過而家咧大一個之後咧，一食雞髀太容易啦，所以而家喺度諗啲嚟講咧，如果4-5蚊雞啊，真係有成6-7個雞髀，甚至10幾個雞髀，即係睇啲雞髀大細啊。不過始終啲雞髀嚇，冇國內咁好食啊。是吧可能我們吃慣了我們國內的味道或者從小吃慣了米飯如果從小時用麵包養大可能現在又一樣好像西方人那樣同樣是吃麵包的所以這些關鍵 是吃不吃慣的問題如果吃慣習慣了就什麼即好像那些北方的那些喜歡吃麵我們反而對麵來說不是很喜歡吃而且麵貴那麼貴一碗麵5-6蚊雞飯呢即而在廣州來說一碗麵就是6-7蚊飯就是6-7蚊那麵我覺得特別貴一點麵現在沒有6-7蚊啊就以前有沒有的價啊還有呢就是冬至呢那些北方人都說吃餃子包餃子我沒聽說一定要吃餃子所以南方都說北方人的差異就在這裡南北人的差異就在這裡即是我們呢就是剛剛聖誕節之前呢就過冬至了不過我又沒有這裡一樣有些老移民都是廣東阿婆可能家裡都會燒雞拜神的都會有的哦，食咗10分鐘我就飽啦，唉，日真係以茶代酒啦，敬啊敬啊，大家呢個聖誕節快樂啦！不過你而家係雖然話大老已經係過咗啫，無關緊要，都係一樣身體健康最緊要。OK， 好啦 ，OK， 咁啊呢餐飯就 OK 啦。